网友大发现梁欣有六只脚趾。日前都市闲情请嚟靓女梁欣示范多个不同风格嘅圣诞造型，期间镜头由头影到落去脚趾嗰阵，就有网民话发现梁欣有六只脚趾啊！相片即时疯传网络。不过事后就发现，其实呢个只系角度问题啊，搞到梁欣好似有六只脚趾咁，绝对系笑料一则。我有看到这个报道啊，是啊。咁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很搞笑啊？我自己都觉得很搞笑啊，因为个角度问题啫。我嗰日着对高踭鞋咧，我就即系我唔系平放只脚嘅，咁又湿湿地，咁佢听过嚟嗰阵时候好似有六只脚趾咁咯。跟住好多人以为我有六只脚趾，跟住又问我，咦，点解有六只脚趾？我唔知嘅咁样。但其实个角度问题，我自己睇落去都觉得好似。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真的的话，你 其实你会怎样做？你会不会 show 给人看呢？真的我又不是很介意，如果真的有六只脚趾，我又不觉得是一件丑的事，反而是一个特色，即正如我有一只龅牙，我都没有它箍牙一样。